満載シャウダー、ポートキャストティンダドマンマーカイスラーエール 오라 안녕하세요. Slipnida, 반갑습니다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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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지하 물어 주세요. 저기요, 저기요. 이거 만 회장 아, 과장. 빌어 주세요. 빌어 주세요. 물어 주세요. 배고파요. 이거 비야 루나 안아줘요. 都听不懂啊！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！姐姐抱我一下，<laughs> <laughs> 变蛋<態>啊！<laughs> <laughs> 因为那啤酒的部分是常喝啤酒嘛啊对对对对，母乳就少，所以名字哥大赛啊，那叫名字哥大赛，给我一杯水，这个爸哟，是饿死了？然后我 <laughs> 对，我知道是饿死了，母乳就少而已，所以饿死了，给我一杯水。<laughs> <laughs> 吃东西吧，泡菜这种的，炒肉啊，有很多好吃的。我的旁边有很多的水，他一直都很饿吧？啊是。我带了欧米茄过来。哇，我要是韩国的潮酒吗？烧酒，然后是有一点气泡的，甜甜的烧酒。哇，烧酒吗？这个是？应该是吧。哎哎，阿哥咱去韩国几天呢？我总共去六天。六天啊！哇，六天啊！去哪里？ 我去了，我应该所有的首尔、啊、的主要逛街的地方都去了，哇，什么宏大、东大门、圣水洞汉南洞，哎、啊，去了很多逛街的地方。哦、真的，现在诶，明洞。 嗯，是观光的地方而已嘛。明洞有点像西门的感觉，嗯嗯嗯，就是非常多人，然后外国人应该有个八十趴吧，我。八十趴的外国人啊。我觉得是。什么样的料理啊？我很好奇啊！我吃了一大堆肉，哦如说像炸鸡，哇！我吃了，他们说是炸鸡，炸鸡界的 Prada。炸鸡界的 Prada 是什么样的？很贵吗？ 贵一点点，<laughs> 大概一个一一般的价钱多少钱、啊？一般的话，嗯、应该四五百块哦，四五百块。对，那那普拉达呢？普拉达八百 <laughs> 哦，蛮贵耶，八百，七八百，好贵耶。但是真的好好吃哦，啊、而且有一些。 特别的口味，像是什么黑蒜的炸鸡，它就有一点甜甜，然后它会附上那个蒜头的脆脆片嘛，<music> 超级好吃，<music> 啊、大家一定要去吃，有一点贵，但是、啊欸、是哎、欸，为什么韩国的炸鸡那么有名呢？哎、欸，什么大学生的时候已经很有名吗？嗯、那个炸鸡？哎呀，应该没有，还是比较多泡菜或者是烤肉啊、呃、泡菜这种的，是是是是看起来比较经典的韩国料理。是炸鸡的话，我们。 对，那炸鸡是这个这几年突然变红的，因为韩剧吗？嗯，多啦嘛，哎，一直有一个去韩国，你就要在房间叫外送、喝啤酒、吃炸鸡的。确实，所有的韩国的连续剧，嗯，有要拍这个吃炸鸡的场面。嗯哼哼，夜配吗？哦，对，夜配吧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喝这个吗？谢谢你，可以喝，妈妈可以吧？可以吧？ 是，对，因为那个阿国厂呢，哎，我们的转场结束后，马上去机场。没错，是凌晨两。对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哎哎哎！是凌晨两点的飞机。对吧？然后，所以等于是我大概十一点左右要到机场吧。嗯嗯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很有趣，因为那个转场的时候用的卡梅拉啊，还有的周边啊，全部都交给戴先上，拜拜。 <laughs> 还有纸条，Q&A 的纸条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哦。那個、<fi> 对对对对，OK OK，<laughs> 拿着行李箱直接冲去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。哎，不不会那么很多吗？三个人有一样的量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喝很多。<对> <laughs> 啊，哎，康拜的康，哎，干杯！是吗？好的了，韩文没有吗？对，韩国很多喝酒的时候来用是哎。嗯，啊是，哎，阿古长不知道吗？韩国的康杯，康杯，不知道啊，那就是康杯。Cheers，Cheers，哇，好喝啊，真的很好喝啊，好喝耶，超级甜的。嗯嗯嗯嗯。 韩国好久没有去，最后去的是差不多十五年前左右、啊。很久没前、欸。了。<laughs> 真的，因为我有那个呃韩国的朋友，韩国的雄雄<兄>啊，雄知道吗？欧巴的男生版。对,对对，欧巴跟雄的差别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女生对哥哥可以找呃欧巴。嗯。 男生对哥哥说：“一定要讲雄嗯，这个部分也是有差别。我有熊思维，他啊带我去很多台湾啊韩韩国的很有趣的地方，例如夜店啊啊，超多人很多，然后超级帅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很 muscle 的人哦，对对不对？对对，跟台湾日本有一点不一样的，他们很喜欢 muscle 的人。” 是真的，我走在路上也是，就是不一定大家都很高，但是大家都蛮壮的，是男生，而不是稍微偏弱的感觉，是 muscle 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超超欧 muscle。那今天是啊，我们最己桃园的九五号，为什么？鱼鱼鱼鱼开头的，OK 吗？没有鱼，没错，已经很标准。谢谢你。哎，哦，乐器。 乐啊、嗯，好，请问少爷想会什么乐器呢？我、哦、应该乐器都不，我比较多会的吧。嗯，应该我因为有些人知道我会弹吉他，嗯，然后高中的时候是诶、呃、管乐团，管乐管乐团，嗯、所以我会吹诶、呃、长号，哦，t r o m b o 所以应该很多人觉得我很我有音乐的。 呃、嗯，才华嘛，嗯，但我明明就唱的超级不好哎、欸，就、嗯、我完全没有才华的人啊，可是不一样的嘛，嗯、不一样的，还是你们有看过吗？很会弹吉他，他唱的超级不好的人，嗯，应该应该有很多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啊、呃，有些乐团的人的话，他们会弹吉他，但是。 没有听我弹唱歌的样子，有可能他完全不会唱歌的人也有、啊，嗯、对，嗯啊、是是是是是，好难。那即使那个，嗯、很多人看我弹吉他的样子，觉得好厉害。嗯、那即使对会乐器的人来说，吉他是最简单的乐器。哇！可是我我高中的时候有尝试,试要学吉他，嗯、可是真的手太痛了，嗯、对，真的受不了、欸。这个这个而已，手很痛而已。 手很痛身，所以你没办法按按进，没办法按好啊，<是>然后声音就会怪怪。但弹就有这个声音啊 j 的声音。对，可是跟自己想象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的，对。然后我看 YouTube 或是那个 MV music video 的时候，他们弹的当然很好，是我的想象中的，我也是，<laughs> 会弹那么厉害的。 应该是没办法吧。然后随便讲讲讲讲讲讲讲，差不多三十秒钟就开心了。那我不想要练习，<laughs> 因为练习的时候要忍耐的时间好多哦，要按这个，然后要按 C D E A，、嗯欸、好像学英文的样子。没有没有、啊、没有，C <一> D E E 之类的，<laughs> 不到学的啊，对。 这个比较难啊，所以我也是一天上学弹吉他，呃，好险，呃，有一天呢，在乐色洞找到了一个吉他，为什么？什么所以把吉他我带回去了，然后我偷偷练习了，<laughs> 差不多三十秒钟就放。三十秒太短了吧？啊，然后我老婆跟我说，啊、呃，刚刚要丢。这样 <laughs> 我好险不是买的，买的好浪费钱呢、哦。啊、呃，可能是买的比较好哎。 因为自没有自己买的，所以很容易放弃、啊。哦，反正没有花钱。对，是是是是，其实乌龟累累也是。啊、哦，对啊，乌龟累累是为什么我？我家我家我家里面有乌龟累累，真我忘记了。真假的,、啊、的吗？你忘记了吗？忘记了。記了你的乌龟累累不是你的啊，是我的啊，是啊。<laughs> 我借你乌克里里学一年吧？啊，是啊，你借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个是那个呃，乐色场。啊？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乐色场里面真的。忘记了，是是是是，所以嘿，好糟好糟糕哎。是啊，那还给我乌克里里，乌克因为我自己买过这个乌克兰的现在三木家有的那个。是，我想练习一下，但其实吉他跟乌克兰的有点像。 所以，我没办法那么嗯认真学习的感觉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看那个呃乐谱，嗯，可以马上可以弹简单的，所以不会那么认真练习。乌我所以我会呃弹乌龟咧咧。哦，嗯，呃，只会弹这呃流浪高单词。不问不问，大概来来回这个而已，我会弹啊。你只会弹一首？是是是是是是。为了啊，小猫在。 台上表演这首歌啊、嗯呃，我练练练习了啊，现在是应该是乐色讲，没有，<laughs> 不是我的，不给乐色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我要再那个丢一下就好了。<丢>为什么？为什么丢来丢吧？对，不是那样丢丢,丢。可是我也希望让呃自己的女儿学习呃弹吉他，哦、<对>吉他吗？对，是钢琴吗？乌克丽丽吧。呀。Yeah. 钢琴、乌克丽丽或是吉他比较方便，因为好像是我们去呃其他的国家呃旅游的时候，也是弹吉他的话啊、呃、不会讲呃那个国家的语言，也是可以跟那个人沟通的、啊。哦，对，乌克丽丽的话更方便啊、呃。那弹那个什么？钢琴钢琴的话没办法带过去。对啊，没办法带出门。对<哇>，<laughs> 确实那个。 去外面的吃货也很极大的可以带过去，啊啊、嗯，啊、或者是那个 recorder，recorder，g D G D 集<迪>的话，g D 也是，所呃，吃的很厉害的话还算 OK，<对>但是跟那个什么国小的程度，<laughs> 国小两三年级的程度的话，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一点小看。 啊，我嘛，嗯、因为这个真的，呃、欸，因为诶、欸，台湾也是嘛，呃、欸，嗯、国潮的时候吹吹那个对对、啊，所以很多人很容易超看吉笛、嗯，也很简单的，简单、嗯，对，但是吉吉也是跟长号一样程度，好厉害的乐器，嗯，<laughs> 對,对对，这个、嗯、这个呢，我觉得好的不好不知道，但真的。 因为基地的声音也是真的认真吹的话，非常好听的。啊，对，啊，所以因为呃，我们也是一定要参加那样的不是比赛活动了，呃，跟大家一起吹集体嘛。嗯。可是我没有练习，所以我用嘴巴。<laughs> <laughs> 不行吧？声音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。<laughs> 对。可是有些地方有一点像的 <laughs> 高音的时候。<laughs> 啊，<laughs> 而且大家也是没有那么认真听我的那个集体的样子，因为其他人很厉害、很认真，所以我，我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存在也是没有存在感，所以大家也是没有认真看我，我也那个不认真追就好了。哦。Oh. 但是那时候大家跟我说，你的存在也是很重要，一起追，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不要放弃。那时候我。 啊，才知道了，跟大家一起协力的事很重要的事情，<laughs> 好像小学生的报告，<laughs> 对,对,对对对，很棒的暑假，但是我学到很多的字，<laughs> 谢谢大家啊，是是是是，是，请大家一起举举力，好不好？对，举举好,、嗯、好好，对，真的，我觉得乐器真的，呃、嗯，大家觉得很难学。 但努力就会的，嗯、对啊，我学乐器好花时间就可以，就对。啊、其实呢，我本来完全不会吹吉笛，嗯、所以爸爸妈妈很担心我，所以我特地去一个钢琴的补习班学吉笛。啊，对，所以我特地呢付钱、嗯、学那个吹吉笛的、啊。为什么？哪里不会？完全不会。 那怎么从哪个步骤不会？嗯、因为诶、欸，第一个那个诶、欸，嗯嗯那个指法手指都嗯咪啊，我忘记。嗯。so 咪啦啦啦，这种都不会。诶、欸？是看不懂谱吗？还是看指法不会？嗯。对啊，我吹的时候，我的所有的显示哔哔哔哔。<laughs> 啊。对他也是那个放音机，所以开始。 哦、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我没有放弃啊，<是>所以我特地去学这个、嗯、学基地，然后我高中的时候，嗯、那个很多人觉得我是最会吹笛的，哎，吉笛的人啊，嗯、所以真的认真练习就可以，嗯嗯，嗯嗯花时间然后重复练习，对吧<對>、嗯？自己呢，我想要学习打台鼓的。

那呃，课程那个学校里面可以学到跳舞吧？嗯嗯、啊、嗯。嗯嗯那个我们的时代的话，那个是如果呃想学习 hip hop 饶舌之类的音乐的话啊、呃，自己要找一找那个会饶舌的人啊、哦呃，才可以学习。嗯、但是他们的话，现在那个学校里面可以学到那时候的那个节奏感，噗呲噗呲噗呲，好帅！而且我完全没有节奏感的人。哦，是吗？是是是是是。

是吗？也 <laughs> 有点奇怪啊，也应该不是吧？<laughs> 完全不一样的，嗯、uh huh.，yeah yeah yeah、uh huh. 这个啊、呃，现在的我的节奏感是那个 hip hop，的 <laughs> 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跟刚刚的日本的一样啊。所以 <laughs> 如果现在我学到那个唱泰国的话，<laughs> 嗯，我也可以唱 hip hop 的歌，对，是吧？是、啊，想学一个节奏感嘛，是是是是是,是、uh oh. hip hop。 h i p 还是节奏感，那要有点不一样哦。对，在漫展里面也，有可能，我们的漫展的节奏也是会改变了。哦，现在的话那个、哦、这样的，可是我们的那个的我没有感受过。如果那个我们我那学到那个什么泰国的话，泰泰 <laughs> <laughs> 多少点？<么>太点了多少点是？ 啊、这个拍手的部分是我大商的吐槽点。对，是。是是现在呢，萨姆讲，嗯嗯，所以听起来有点不一样。但 GT 拍手的声音，而已的话，跟刚刚完全一样啊。<laughs> 现在是啊,啊,啊,啊，<laughs> 这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一样吧，一模一样，节奏 <laughs> 就是这个而已啊。对不一样了。所以，呃，这个意思是，我的专傻,傻是。 一吐槽，两个装傻。现在是现在的方式是一个装傻，一个吐槽。可 <laughs> 是两个装傻，一个吐槽，不给不给吐槽，不给不给吐槽，<laughs> 好奇怪吧？嗯、应该我也要两个吐槽吧？啊，对，这对。你其中一个我没有吐槽，有点糟糕的漫才是。是是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喽。哎。来，马上请抽。谢谢。 诶，愚人时代啊，愚人时代哦，愚人时代，時代哦、觉得愚人时代是怎么样的团体嘞？哇！<laughs> 先要叫那个金，额，感谢金额。啊、是是每次借我们这个地方，可以很好的空间。这个是 U N Star 的排练的空间吗？<laughs> 对他们的印象是，呃，虽然他们也是慢仔式，但是呃，对他们的印象是短剧跟即兴的表演很精彩的。嗯、然后金额是。 会当主持人的，呃，然后他的那个主持的 style 也是比较特别，好像是那个上电视节目的老艺人的，嗯，掌、呃、声鼓励鼓励，对呀，有吗？有吗？啊、嗯，有特别的，我不知道台湾的老艺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是金儿跟其他的人感觉不一样，对，节奏感不太一样，节奏<对>感，那个、我们如果讲的话，掌声鼓励，嗯，结束。 这是鼓励鼓励，对，所以他是台湾漫才系的黄浩斌的样子。黄浩斌也是当主持的时候，电视节目的艺人的样子。嗯 那曼仔寺的话，呃，进而是呃，电视节目的啊，主持人的艺人的样子，他的那个、哦、真是鼓励鼓励，哎，怎么可能、啊？下一题之类的那个，候节奏是那个 <laughs> 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嗯、跟逛逛啊，或是阿大三、棉白大丈夫的完全不一样的，嗯、所以这个是他的特色啊。<对>呃、现在。 应该很多孟仔是很喜欢学静儿，哎、欸，那个像刚刚那样那、嗯，那个个就是鼓励，有人许多，那个但还应该观众还不知道这个感觉，很可惜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一直学静儿，有时我讲有人许多就是鼓励。 观众完全没有笑哎、欸，嗯、对啊，因为想说，哎、嗯，正、欸、好有这样吗？有有有，有有 <laughs> 是啊，所以呃，跟大家一起呃合作的时候也是那个他当主持是那个很重要的位置，嗯嗯然后其他的原因也是那个呃很特别，当地啊小笼包啊，现在的话呃西单。 现在是变四个人嘛，嗯、啊，五个，倪尚还在啊。倪尚啊，对，呃，他们那个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了，啊，他们很可爱的啊，尤其是小笼包啊，啊这个是长相可爱而已吧？呃、啊，是不是，这个也是他们的特色哎。但当然有那个女生啊，漫仔是，但是通常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漫仔是里面呃，小笼包是呃。 女生的唯一的女神吗？唯一的那个这次那个李尔讲ゃ、嗯、那个这次 Playboy s e、嗯、s s i o n 还有 Playboy s e s s i o n 的人，其中女生只有一个人，啊，<他是 S 1> 小笼包，是是是是是小笼包的，哎呀、嗯<对>嗯，他的跳舞也是很厉害的，呃 i g 上可以看到她的跳舞的样子。你算 <laughs> 是粉丝啊？是是是，我是那个小笼包的小粉丝。<laughs> <laughs> 对，真的真的，有人时代比较特别的部分是他们，因为进啊是其他的人的呃，学学长学长吧。因为面板的话，四个人都是好朋友。嗯嗯。但那个有人时代有一个这种的诶学弟学长这种的关系。嗯。这个也我觉得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哎。嗯嗯。嗯对，所以呢，跟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呢，呃，尤其是啊表演结束之后啊收、呃、东西。 的时候的他们的默契很好哎、欸，诶、oh, oh. 欸，小南宝。 呃，你说那个东西呃，金儿呃，谁、这个、谁讲？不是金儿讲的吗？啊，是金儿跟很多人讲，的是金儿对自己讲吗？啊、呃，对，所以一个 team 的感觉，这个部分是那个跟其他的啊、呃、团体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嗯、他们的默契的部分是那个呃一个呃学校的社团的样子啊，啊、嗯，是、呃、他们还不到那个专业的。 啊，什么？看 <laughs>、欸、不到吗？太厉、欸欸、害了！我们要被赶出去了。他们真的很厉害的。呃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嗯、他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那个现场的人士，也是一定要去看看啊。对，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一个团体，嗯，学长学弟学妹的，所以他们的短注也是可以看得出的，应该。 一起过很久时间才可以做的作品的感觉，对，然后真的他们的演技超厉害的。啊啊！跟他们那个一起合作的时候也是那个很明显的啊、呃，不只是语言以外啊、呃，演技的部分也是那个跟我啊、呃、差很大啊，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那个四人一般人啊，那个跟他们一起玩的样子，他们是真的很专业的表演者。嗯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我敬个。 真的，他们的读完就好厉害啊！嗯，T 恤也很可爱啊，真的，对对，铅很贵的。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，剪掉。给大家谢谢有人时代。哎哎，那我们就聊最后一个喽。哎嗨啊，约会约会，请问少爷赏有推荐的梦幻约会行程吗？哇。 果然是要去横滨吧？啊，嗯、呃，又来了。这个呢，我真的、嗯、对，因为你们也看过那个百灵哥他们的 Podcast s h o t s 嗯，<S 我一直讲横滨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吧？嗯，很多留言，台湾人很喜欢横滨耶，可是都没有讲说横滨到底哪里棒、啊嗯。所以呢，不要聊这个事，<对>嗯，耶，就横滨就知道啊，很棒的地方哎。所以开会的时候就横滨就可以，那 <laughs> OK OK OK，我那。 我讲的话，因为汉滨是、嗯、呃诶很大的城市，但旁边就有海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以为会散步非常适合的地方呢。嗯、所以呢，白啊，古哲完全没在意我说什么吧，<laughs> <laughs> 我要要不故意录音模这样的感觉？<laughs> 对，所以呢，白天走很多地方，然后。 晚上就一个也叫做奥山巴西。嗯，奥山巴西，对，什么桥？诶、欸，大前桥。哦，<对>嗯，对。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所有横滨的夜景。所以呢，白天的时候一起走路的地方，变成一个很完美的、很很美的夜景。<laughs> 这个是非常浪漫的。笑什么笑啊？我认真讲啊。<laughs> 而且那个也可以看到摩天轮。但摩天轮有十表啊，十种。 嗯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很安全的地方啊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，那要回家吧？这样的地方，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安全的地方，大家都有带手机对，看手机就好了。<laughs> 看手机有点尴尬的时候，也是一直看到这个时间的，所以。哎 如果，嗯、那明明就看到时间，但你生不说要回家的话，啊，今天可以哦。哦我喜欢你、哦、的意思，哦、太成功，对。咦 <laughs>、欸？为什么耶？咦？哎，那边那个可以住的饭店嘛？我对那个海滨那个米拉多米莱的印象是饭店比较贵一点的。 嗯，当然没、呃、没有那么超级便宜吧，但我觉得跟涩谷新宿比起来的话，还是横滨比较便宜啊。是啊，对因为现在东京的饭店超级贵啊。啊，涩<对>、啊、谷新宿的话有七家六馆，所以比较方便。<laughs> 啊，可是横滨没有。<laughs> 对,对、啊那个啊、这个、呃，直接讲的话，横滨、嗯、有超级多的七家六馆啊，啊啊拉布 hotel，对，啊是啊、看来啊，馆内有非常多的拉布 hotel，对啊。 那、no, 下次谢谢。<laughs> 是这样的话，OK。因为就是呢，嗯、啊，片尾，我记得片片尾的魅力是由未《未来未来》感的话有非常浪漫的气氛。阿古ちゃん，阿古ちゃん，阿古ちゃん，你不是我们的经纪人吗？哇，他还在讲话的感觉。啊、真的。阿古ちゃん的韩国的故事我认真听了。一边是很浪漫，一边、嗯、另外一边是有挪威。 野马，我的，应该很多人中的，有喝酒的地方，的感觉，好我就只觉得很好笑，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游戏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的，不，我讲要我翻译啊。 我觉得如果是住在日本的话，可能横滨听起来是一个很浪漫的点。嗯、对啊，但是台湾人好像特别去日本，好像就查横滨的景点的时候，<laughs> 就只有那个中华街，是是是是然后什么那个面包超人工厂啊，啊對對對對还有泡面對,、啊、对。啊 为什么要去、啊、海边啊？可以就海边散步 <laughs>、嗯、啊。去海边我会去江之岛啊，啊，对对对对，不一样。爱浓西马对。香取、嗯嗯。嗯，嗯对对对，那边也蛮不错啊。对吧？偏边是大城市，但是旁边有海边，这个还像高雄的感觉。<laughs> 对。 我我我懂那个阿国讲的意思，我也那个什么来台湾之后，这样感觉横滨的话没办法感觉到日本风格。<的>刚刚的安诺西玛卡玛库拉的话啊，呃，一看就吃到啊日本的感觉。安诺西玛也是可以吃到那个啊、嗯呃呃、那个地方的海鲜啊，对、哎，是是是是，是是是 <laughs> 但是横滨的话。 这个是，我觉得在东京的时候，我也常常去呃横滨。哦。Oh. 为什么呢？因为横滨是好像是呃，应该怎么呢？小外国的样子。哦。Oh. 对，可以吃那个德国的香肠啊，oh. <Okay. S 1> 或者是那个咖喱饭啊，还有面包也是那个比较异国料理啊、oh. 呃。这个是横滨的唯一的特色。<laughs> 唯一、啊、是的是，有很多的特色。 真的，大家只去那个未来港而已。嗯，另一面的那个浓げ，嗯，野猫，然后真的感觉到日本的感觉。哦，加油，汉冰人！不要加这个，这个呢，我鼓真的，好麻烦的事情是呢，嗯，三木的家乡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没有讲过。但是呢，一直攻击汉兵，因为好像台湾人喜欢攻击汉兵人。 我的家乡也是很多的东西，但是那个不是我的轮流轮到我，不是轮到我，所以就只是那个轮到他讲，所以我啊、呃、认真听啊，他、呃、讲。那约会,会？那约会？呃、你家乡的约会？啊<对>，约、呃、会的话，我们去啊、呃、国外旅游。哈哈哈哈哈，这样就是这样吧。<laughs> <laughs> 对，真正的、真正的,的，嗯，海边的外景、呃、啊，不、啊，海边的夜景很漂亮，嗯嗯，就看一下。 接下来是三木城神木桑的单元。<noise> 请问日本人怎么分辨这么多鱼的种类呢？呃、嗯，日本那么特别多吗？在过超，完全听不懂什么意思啊, <laughs> 啊！这个解决答案是：那你们想一想啊，你们怎么分辨呃台湾人或是日本人或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啊？哦、看脸。 对，看的言，不是重要的是，这是在哪里出生，对不对？啊、呃，是鱼也一样的，在哪里出生，在哪里生活是比较重要。所以日本海长大的鱼就是啊日本鱼，那韩国那韩国鱼。<laughs> 台湾的话，台湾有，但是重要的事情是,是他们没有那样的国家的界限吗？嗯、对呀、啊，当然没有，所以大家都是同样的鱼，所以没有分别。<laughs> 他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日本那么多？没有，没有结束，还没，还没有结束。Uh. 那由此到自己是 y 吗？当然不知道吧？啊，uh. 所以 o 这样的概念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只是神物而已。那神物的概念大家都有吗？当然没有了，所以，所以他们没有的，有但是没有的，所以他们就是他们，你就是你的意思。 啊，什么、啊？就是我问题完全不一样吧？太感动、啊、为什么日本分那么多种类的？啊，所以不需要分的意思，懂吗？不是，已经分了啊！所以谁分别的？是应该日本人分。对，对所以吧，所以日本人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在日本。 那，哎呦啊！快走，OK，OK，OK。啊，我的错，我的错 o 日本的话，日本游；韩国的话，韩国有。台湾的话，台湾有。OK，我懂，我懂。OK，啊，好恐怖，好好好。韩国有。是哪里？不是不是，韩国有。是另外一个有的感觉，不是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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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雄的他。啊对吧？可是高雄是那个……啊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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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韩国游这是韩国谢谢。三三木神。没山姆了。 那下一个问题是浴袍，哎，嗯，浴袍，哎<袍>，浴袍没有？<laughs> 为什么为浴袍吗？啊，结束了吗？<對>啊，对，浴袍啊，这个正确的答案是，呃、啊，浴袍啊,袍啊是什么时候穿的？ 衣服？那你能想一想，是洗澡之后吗？洗完澡，洗完澡。对，那正式的啊，例如婚礼的时候穿浴袍的话，嗯、你对那个人的印象是什么、嗯？变态或白痴啊？很香，因为刚洗澡过的啊人的意思是很香，还、哎、有白,、啊、白痴，啊，白痴为什么白痴？为什么？啊？ 哎，不是红哎，你刚刚说啊，婚礼的时对吧？啊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婚礼的时候，嗯<吧>，他穿又又跑啊，又跑了，好奇怪的人吧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婚礼呀啊。啊 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吧。啊，可是那个什么正式的时候呢？参加正式的活动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先洗澡，对不对？嗯。很脏脏的啊，身体参加的话，这个就是没有礼貌。嗯、那洗澡之后穿的衣服就是浴袍，没错，是不是啊？绝对不行。很香，啊、是变态的狐狸啊,啊！很香的，很像个屁呀！啊，啊请问。 如何有礼貌的打哈欠呢？啊，这个正确答案是打哈欠的时候、呃，之类的吧？对，没错。这个行为是那个对一般人来说没有礼貌。嗯、呃，例如现在 podcast 的时候，绝对不行啊。嗯，这个呃呃表呃表示是表现是那个好无聊的。 对，无聊想睡觉的觉那反而哇，好好笑哎，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不能相信啊！哇，今天好好笑，说不能睡觉哦，好笑个屁呀、啊！你明明就想睡觉吧？白点好帅、啊，白痴！横屏、啊、好玩啊，横屏、啊、好玩是假的。下次我想要去横屏玩啊,啊！绝对是假的，对不对？ 的画面一定要将哎、呃、呀，什么称赞的说话啊，或是好可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没礼貌，哦、<laughs> 是没礼貌吧？好过分哦，这个就是最没礼貌的方法，哎、因为一看就知道 <laughs> 我是有礼貌的人。哦 <laughs>，白痴！啊 <laughs>、呃，你要试试看啊啊、呃呃！现在的你的真心话，<laughs> 或是称赞别人也都可以的。Oh, okay. 我还喜欢草木神的人、啊、<了>当然了、啊，变了当然了，我最己讨厌啊。谢谢三木神，谢谢。最后一题没有，没什么用，謝謝 <laughs> 绝对不敢用这个方法，<laughs> 这可以啊。<laughs> 啊，所以呃，iuu、呃、结束了，没错。啊、接下来是那个有点难的，对，是下面的。来，大家啊，可能有点难的，麻烦你们哦。 ではでは、バイバーイ。ありがとう、若元。